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内哈斯哟，我是在《山河令》当中扮演周子舒的张震撼，三大六古帕就是哟。大家好，阿尼亚哈斯哟，我是在《山河令》中扮演温客行的工具。第一个问题，请简单的介绍一下温客行这个角色吧。温客行呢，他是一个亦正亦邪、非常多变的角色，有着非常多面的身世。然后从小身世就非常坎坷，从鬼谷中一步一步爬上来。和阿旭是一个相知相守、互相救赎的这么一个角色。第二个问题，请介绍一下《山河令》的看点。哇塞，我们的看点实在是太多了啊！大戏精彩，文戏呢也挺有趣，然后又有新武侠的风格，给大家完美的展现了一个武侠的江湖世界。沈寒良姑，感谢你哟。